太吓人了！局长，案发现场被大量媒体报道，这对我们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。这个问题，我也在第一时间和有关媒体沟通了，让他们不要过多的去公布和传播现场细节的图片。可是现在自媒体时代，有很多个人用户真的没法控制。这样，和有关单位部门协调的工作呢？ 我去做，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你的团队迅速破案，要平息舆论骚动。是，好，去忙吧。还有件事，那个古静啊，到我们队上报道了。这个事儿有跟我汇报的必要吗？人我是从你这要的，他来我们这报道，我应该跟你说一声。那个老张啊，你是够鬼的。 你这一来是想声讨我，当初为什么不给人？这二来想试探一下，我为什么又给主意了，对吧？没有局长，这样我简单说一句吧，这个案子我想让古静上手，让他试试看。古静是你的人，你看着办吧。明白了。这条消息现在被个人用户大量转载，是搜索排行榜的第一名。猫小曼，什么名儿？ 本家姓有姓这个，猫小曼是他的笔名，他的真名叫刘小曼，他还有个姐姐叫刘新曼，两个姐妹住在一起都未婚。哦，那他这个漫画家有名啊？猫小曼，2010年获青樱杯漫画大赛冠军出道，发售漫画单行本《幻爱橘子的假期》，2014年签约上千文化，开始连载长篇《月下恋人》，发行至29话时发生意外，住院休养两年。 近期在个人网站宣布复出，推出回归作品《月下恋人》最终章，欲再掀虐恋新高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现在年轻人都追捧这个？我也不懂。但是这个上清文化是死者苏兆斌的公司，猫小曼呢就是他旗下的作者。因为苏兆斌的死，猫小曼现在才这么火，杀了老板，成就自己，感觉也挺像漫画情节的。 但是这猫小曼在2年前出过一起交通事故，现在行动困难，所以身上的嫌疑已经初步被排除了。你们俩去查一下这个死者的生前背景。小欧，你陪他把这个资料形成文字，回头交给我。嗯。一休，你去查一下这个姐妹俩。两个女孩子，你去说话能方便一点。好。跟新同志在一起，做个好的示范啊。 对了，你再追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人故意炒作这件事情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昨天有点事儿，所以就……哦，没事儿。你该不会生气了吧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们女孩啊，就爱说反话。你说没有就肯定是生气了。你认识的女孩都是这样吗？啊。 我也这样了吗？看着倒还不像啊。那如果按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，你就不像个女的。你有没有听过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啊？按这个逻辑，你也不像个男孩。我怎么了？说逻辑嘛，走吧。 你们是？你好，我们是南澳市公安刑警队的，我们有些事情想问猫小曼。他在里面，进来吧。请进吧。哇，没想到漫画家这么有钱。这都是父母留下的。 小曼，有人来找你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。是因为湖边的那起案子吧？对。
新闻出来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。我还问姐姐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报个警？结果自己也想不出个什么名堂来。啊，外面太阳太大了，我们进去说吧。来，谢谢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平时只有你们俩住吗？我们喜欢安静，这里平时也没外人。你说手绘的底稿没有人看过？图书公司催得急，我又迟迟不满意。要多久啊？我们在网上宣传预热了这么久，再不拿回去扫描校对就来不及了，明天早上9点钟就要上线了。可是你也知道的，小曼她自己不满意是不会交稿的。现在不是精益求精的时候，火烧眉毛了，求求你催她一下啊！我们真的压力很大，要不是她非要坚持手绘制图，我们也不会这么担心啊！拜托了拜托了。我知道了。还是在最后一刻才完成的终稿。图书公司的人也是直接从我家拿回去上传的。那就奇怪了，凶杀犯是怎么知道画面内容的呢？我们两个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个，小曼看到新闻的时候都吓坏了。案发当晚只有你们两个和图书公司的人看过手稿，他们也是等到凌晨终稿后才离开的，对吗？照你这么说，图书公司的老板在看过初稿后倒是出去过一段时间，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的。大约什么时候离开的？11点左右。真不好意思，二位可能还要再等等。没事。还要等多久呀？公司的人全都等着呢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你们俩煮点宵夜，这个点也应该饿了。我不用。他不用，我用，麻烦了。好，那我先去冰箱里看看。谢谢啊。好，行。哎，我这里有点事情，我得过去一趟。在这儿等着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亮了。